等一下，他可能落到我翻白眼，因为我真的是听那个对话，我真的是受不了了。哪里？他们在聊天，他就问他说：“那是美少女战士吗？”他就说：“哦，对呀。”欸、你说那边吗？对，幕后花絮导演翻白眼，我直接受不了哎、欸。